我本来在公园里跳舞噻，好每天呢，小的他们两个小的，他们那几个天天都在吵了，耍起皮的，他们都跟我说起皮的。本来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哈，我说我也有病，我的元气检查了的，我一躺有病几年了，四年了哈，还有脑梗塞，脑梗塞是两三年了，哈，也很严重，都导致的半边耳朵痛胀，睡不着觉噻，手跟痛，脚跟那些痛。 那半边都痛，抽筋儿哟。好，最后我还开始是怕噻，打起痛。在下面呢，他们跟我说我要打哑我都回家慢慢练，慢慢打。最后我还是坚持上去打了，一直到现在。打了我现在，可能我那个手杆那个手帮子痛了，不得打五瓶嘛，打五次，打出了那个砂锅后，隔几天又打，吵了15大，还多次。还有我们那些朋友啊、小鱼啊、小的他们那些，还有那个小朋友那些都给我打了的。打了我操，脚跟也不痛了，耳朵也不胀，也不痛了。 现在睡眠也很好，手感也不痛，脚感也不痛，都会在那里痛。好，我老伴儿也是86了噻，也是脑梗塞，脑健忘是10几年了。我说我都撇了后啊，我都跟他撇，他也撇好了，原先是66，他晓得说，他姐大嫂、姐小嫂都晓得说，吃饭晓得吃，天天吃饭都不晓得饱觉，那个脑梗塞的和脑健忘，啥子不晓得噻，走出去找个回来。 他居然自己能够上街走起出去哈，然后走起回来，哈，又妈妈也是妈妈怕是山了噻，感染晕车，常年累也是脑壳痛，都吃那个感冒药粉，吃了不说多了5年以上嘛，那个药全部由我敢买，都在那个新年新药房买，那个2块5一瓶那个壳根儿胶囊，和那个熟小感冒胶囊，一买都是100包。 他买就怕两三块都吃完了，又要买。虽然是不贵，但是那个我也晓得吃了不好。好，结果我都在那个9月23号，我都开始跟我妈妈撇，撇了他都说，哎，硬是脑壳不分了，一天都不分，给他一撇了，把脑壳头撇了，手根撇了。哎呀，他说人好好哦，可以一到药都不吃，一直坚持没吃药，到现在都是，到现在都没吃药嘛，都是我给他撇。 到现在给我原来原先是在跟我一家的哈，给我原来原来我一个他撇2次，他说的撇了都清醒，都不坚持，都不吃药，感冒药纯粹症嘛。现在那个药他都是送的那个吃了，他又来一瓶，没吃，这里又来一瓶，没吃。撇了，真的是我来说撇的来说，我一直坚持撇，一直坚持。我说我每天都没有电视都可以不开。 我过一天都没有喝片药，三个小时，我床头倒脚，为什么那个倒药？因为我们我那个，我脑梗塞噻，我过年不得撇，撇了晚上呢，他们又给我撇了，现在我跟你说嘛，糖尿病有一次，脑梗塞一次，啥子药都没吃，一颗都没吃，估计精神好很多。你有没有去医院检查看现在的身体状况？睡不着噻，我原先的晓得，我送了我的孙孙上幼儿园都是喘喘的，零零总起不来，说起不得的那么相信。 好，我女儿呢都是最近卫生局的，哎，他都是最近都说，妈妈，你啷个现在瞌睡那么多呀？也是我在说，我早晨起来把娃儿送到河里想睡觉，他想睡觉好噻，他就现在啷个瞌睡那么多呀？我说我都是撇到了噻，药也没吃，原先是睡不着，晚上电视看起2、3点钟，啥子台那些收完了看了，但还睡不着，遇到了女抢夺晚上个六月，还厂子边边去坐到看了，遇到那些。 实在那个耳朵又痛又胀，根本睡不着。好，那坐下来，真的太高了，去睡哈。所以说一天人都是工作都好多日子。现在不闹，现在我跟我那些亲戚和我们那些朋友说，我现在我那个心里像人30岁的人的心。真的。星期二，星期二，星期二，我只坐妈妈去跟妈妈撇。当时妈妈在我们妹妹家噻，我妹妹都去买菜去，还没钥匙那个，我就把妈妈拉到街边边。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嘛，在那卖水，就在他那个水电间那儿卖矿，那个空中水哈。我就在空中水门口给他撇，很多人都围到，我说你这是咋子了？我说妈妈头痛，我给他撇了，他都头不痛，过不分。哪个晓得呀？他说要把脑壳打爆了，又不会打。我说那个只有给你打好的，结果很多人围到那边喊我撇，我那儿撇了10个人。我都说哎呀，谢谢了，撇了，我都问他。 我也不晓得姓名，因为我也没带来做过，好，我说你们说实话哟，我也说实话，是要说实话哈，不能说谎话哟。到底好没得？他说真的好了，他说脑壳是轻松了，还有一些老板儿也来我撇了的。最后一个脚杆痛。
我说我不去了，我三天半了，我要回去接孙子，五点左右就完的。哎呀，我说妹儿不要过来跟他老婆撇嘛。好，我妈又跟我说的也是那个亲戚，那个姐夫，是姐夫来了，我也不晓得啥子噶。不过那是七十几了嘛，那个农村上的人那个苦脚老姐姐嘛，负责的。好，我说我先撇手噶，手给撇了哈，就立马给撇脚噶。撇了，然后我说那个姐夫你走下看痛不痛？他那个一走，开始走起来十五个。他撇了就往这走。哎呀，人是不同啊！我说，我也是说实话噻。当着那么多那些父老乡亲，虽然是我认不到嘛，但是我从小在你身上的，今天那个也要感谢曹老大。哎，曹老大，你参加了体验营之后，以前吃的那些药你啷个处理的？我吃药太多了，因为我老婆在九院，知道吧？我又是东北医疗，知道吃药方便得很。我在那是张教他们和肖老师在南非。就是我在成都体验营认识那个朋友，他们是葡萄家里面，那个叫葡萄片，他是个商人啊，是武汉人。他我们两个在复配的时候，第三天他打我身上的时候啊，打我身上的时候，他就闻到我身上浑身喷药子，他就骂我了一句话，他说幸好你老婆是医院的，你身上把药子打出来，除了汗窝的尿啊，真是喷药子。那二十几年来都知道，做主我的老婆是农药厂的话，你肯定身上放农药。我原来吃的药，我能够影响你哈。胃药是啥时候药都吃掉的，什么胃康宁，啥子胃碘安，啥子啥，还有消炎药。我原来慢性咽炎五年多，啊，消炎药就是啥子反正是寒痰啊。啥子西瓜霜啊，啥子金水果啊，啥子乱七八糟的都吃掉了的。还有就是我胆囊也有问题啊，胰腺也有问题，血脂也高，血糖也高，啥子药都吃掉了，不吃药方便噻。所以说，自从到成都七点零去了回来之后，到现在没吃过一颗新药，中药吃了的。吃的啥子？三七粉儿，降血脂噻啊！三七粉儿，山楂片儿，泡水啊，然后枸杞晓得是补药不？是药还是食品啊？枸杞啊，都是那些了，其他啥都不吃。还有红枣啊。关键问你的药那个处理的那种，谁吃饭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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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吃饭